截至二月十九日，苏州有五十个中风险区，包括张家港市、常熟市、吴中区、吴江区、姑苏区、相城区和苏州工业园区。工业园区兴盛客小区居民王先生表示，该小区第十一栋楼出现了确诊病例，整个小区从十八号晚上开始封闭。嗯，好像前天吧，又一个小孩确诊了，所以把他那一栋楼都拉走了。 王先生说：“工业园区里有的小区还没封，但从十九号开始，园区店铺都不让开了。这样的话只允许打包啊或者外卖，我我家我家不开了。”在苏州工业园区有几千家外资企业，在一家汽车厂工作的季先生说：“工业园区至少有五家工厂封闭，目前工人被封在厂里。嗯，园区的人不能到到处乱跑，五个厂封了。” 据统计，苏州本轮疫情已有十五家企业出现感染者，包括同城网络科技、盛虹化纤、苏州三星电子、理想汽车、联电旗下苏州合建等多家知名企业。其中，苏州工业园区宝石德科技公司感染人数最多，这家企业有关联多起家庭疫情。第三轮已结束，换颜色了。第三次是紫色，第四次是什么颜色？ 在苏州市发现至少十三起家庭感染，其中有两起是一家五口人感染。苏州此轮疫情已波及了无锡和南通两市，除省内的关联病例外，河南周口、浙江嘉兴、安徽池州等也出现密接人员。新唐人记者赵凤华、特约记者谷青儿采访报道。